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佩玲，欢迎收看科普遗传史看不见的台湾系列。看见的也许只是表象，看不见的更需要我们的关注。这集的主题是森林伐不伐。台湾大约60%的面积被森林覆盖，孕育着丰富的生命，也是重要的民生资源。保育与运用必然是相斥的吗？今天我们将透过森林学与生态学的讨论，一起来思考森林砍伐的问题。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中兴大学王胜阳老师来到现场。王老师您好。哎，佩玲好。然后现场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来宾，以及线上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午安。这位是特生中心的主任，主秘王秀红老师。林秀红老师，林老师您好。你好，佩玲好。现场以及线上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有很多的这个现场的观众。那特别想要介绍一下，今天的场地是很棒的一间学校提供给我们的，是哪一所高中啊？东山高中。好，谢谢你们。那除了我们现场的同学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线上同学是跟我们一起在观看节目。那现在大家应该可以看到一张直播地图。那各位同学，如果你们现在正参加直播，可是在直播地图上头我们有看到你们学校大名的话，麻烦你们赶快拍下直播的这个现场画面，回传到科普遗传史的粉丝网，我们就知道你们在线上与我们同在。那除了台湾本岛的这个同学之外呢，我们今天这一次离岛有两间连线的学校哦，分别是马祖高中还有金门高中。那更欢迎的是我们还有海外的连线学校，是马来西亚的三所高中，欢迎你们。那我想大家现在都在直播连线的这个线上，希望大家都能够下载科普遗传史的 APP， 透过这 APP 大家不仅可以收看直播，还可以现场提问，收看这个延伸阅读，更棒的是还可以跟一起收看的同学一起讨论。好，谢谢大家。好，现在赶快迫不及待进入今天的主题了。我想台湾拥有非常美丽的森林，那台湾这个森林在这片绿意之中也蕴藏着很丰富的生命。那是不是可以先请教一下林老师，这片森林对你来说它的这个特殊性是什么呢？是的，我想各地的生态系都非常的独特的。那台湾最特别，台湾是一个非常小的岛屿，才36,000平方公里的面积。那由于过去那个物种迁徙的历史，还有台湾的地理位置，因为我们离大陆亚洲大陆非常的近，还有台湾的一些海拔高差，以及我们的地形多变化，所以就变成台湾拥有非常高的那个生物多样性。那所谓的森林是什么意思呢？森林简单来讲，它就是以树木为优势的一个生物社会。那台湾拥有这么多高的物种多样性，那你可以想象台湾的森林的组成其实是相当的复杂。我想这个是在台湾在各地很多的森林里面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是，而且台湾的高山最高有到3000多公尺，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在林相上头，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林相。没有错，台湾的最高海拔就将近4000公尺。那我们从如果在台湾你要看到一个整个比较完整的台湾的各种不同的林型，你可以走一趟中横公路。所以早在30年前，我的老师台大森林系松杰老师，他就曾经利用所谓的那个海拔高差一个温度变化，就把台湾的不同的海拔高度的那个植群做了一些划分，包括我们所谓的那个龙潭林带、南楚林带、栗林带，还有铁山云山林带跟冷山林带，在这么一个小的岛屿里面就拥有这么多不同的林带，几乎在整个全世界不同纬度里面的重要的森林，在台湾也都可以看得到。是，所以这真的是台湾可以感受得到、看得到的福气。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一次可以从热带的这个林相一直到这个温带、寒带的林相，甚至都可以看到。那这个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走到森林里面都可以感受到森林给我们的这个礼物。那还有很多的这个看不到的价值哦，就想请教一下王老师。是这样子哈，我们常常随手可得，然后每天得到的东西你都会忽略它的存在。比方说在场，像自己的妈妈吗？像在场的各位同学，你们可以体会到，你可以自由开心的呼吸，可是你们知道你吸进去的氧气是从哪里来的吗？其实不要忘了，那是从森林来的。森林里面的，我们小时候学过做这个光合作用，植物型光合作用可以产生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葡萄糖、
另外一个重要的副产物就是这个氧气。如果没有这个氧气的话，你可能就没有活下去。好，那我常常跟很多同学说，这个我们人是从树上下来的吧？对啊，以前我们老祖宗是猩猩、猿猴、哦。好吧，我以为我们是来自非洲大陆，您要说我们 是猴子来的。但是我们哈从来没有去离开过森林，为什么呢？大家认为说森林系的生产的木材，森林学所森林所产生的这个木材，就只能拿来当桌子、椅子做家具，甚至有些人会说啊，我知道它可以做纸，它可以当卫生纸，对不对？但是我为了今天来跟各位讲这个故事，我去菜市场买了一些东西来哈。这个菜市场的东西真的很有菜市场的氛围耶。菜市场这东西，你们知道你们家里有多少东西是从森林来的吗？比方说这个，有没有看过？这是一个菜瓜布，对不对？在菜瓜布上面写什么？是木浆做的，就是从木材来的。我以为它是海绵呢。不是不是，这个是可再生的木浆、哦。这个没有想过，对不对？大家来看这个哦，有些现在尤其是男同学喜欢洗脸的，有没有？这个叫做洗面乳，洗面乳里面放很多的纤维在里面。哦、洗面乳就是那个粘稠剂、增稠剂，它是这来自森林，森林里面从木材来的。好，是哦。早上起床的牙膏，牙膏里面有纤维，大家不知道吧？就是你每天都要用的东西。也就是说那种勾，就是勾稠的东西，对，就是纤维。哎、欸，还有这个，这个是一件衣服，对不对？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一件衣服是用竹材的纤维做的。哦、竹子的纤维，所以你们回去可以翻翻你的衣柜里面，你看那个雷银丝、哦，就是这是木浆来的、哦。那当然不要说你每天要去吃那个什么中，爸爸妈妈叫你们吃综合维他命，综合维他命里面其实真正的那些化合物很少，你那一颗定剂其实也是来自于纤维素。所以有形的、无形的，你知道跟不知道的东西，其实大部分是从这个森林。像大家每天这个课外活动打的乒乓球，哦、乒乓球也是那个赛璐珞，它也是用。那个纤维去做那个乒乓球，整個不是那个拍子，不是拍子是木头的，也是很明白嘛，哈，可是乒乓球。所以从这么多的例子，我们看到了这个森林的东西。那我再讲一个观念哈，如果说大家用你家里的签字笔、圆珠笔，或是你用的那些塑胶的东西，其实它的来源是来自于地底下，那个是从地底下挖起来的化石原料，那。我们森林还有一个很公用，大家都忽略它，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碳可以固定在这个地表上，让不会产生二氧化碳的气体，可以让温室效应降低。所以在这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讲的看不到的这个森林的价值，是我们没有去推算进来的。它的想你超出你的想象，它比你去卖什么手机、卖什么电视，它的价值更高。它带给我们全民的福祉，是我们没有去估算它的。所以森林其实是你有很多看不到的地方，对，尤其就刚刚像老师特别强调他看不到，所以我们往往会忽略到它的重要，尤其光是要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那个是多么的无价呀。现在真的要走到很多地方，我们都没办法呼吸到这一口新鲜的空气，特别还有就是它可以涵养水源，对，涵养水，这个都是我们没有去把它算进来的一些公益效能，就是森林带给我们的一些你看不到的一些好处跟效益。那尤其今天老师带来这些非常有趣森林相关的产品，真的是让我们平常都没想到我们对于森林的这个依存度是这么高。是是是，对对对。那如果说我们对于森林的运用跟依赖性是这么高，那林业就应该是件很重要的行业吧？当然林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那过去林业也的确是台湾非常重要的行业。刚刚张老师也提过，早期台湾就是以农林来扶持工商。那在我们还没有机会卖手机，更早的卖雨伞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迫不得已，我们必须来卖木材。那个时代的确是这个样。那当然，随着台湾的一个经济的改善，那这个木材的利用都渐渐的受到一些限制的。那可是我们还是在继续使用木材。那这些木材从哪边来，大家就要思考一下了。那其实就目前的这个林业的这些运用哦，那我们其实都已经忽略到它的这个重要性。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就其他离我们最邻近的日本，他们对于这个林业的这个运用，它的观念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在一个很严肃的考虑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名字叫做木材自给率，就是说
有粮食自给率，当然木材有木材的自给率，就是说你这个国家所产生的木材的量，提供你自己国家的这个国人去使用的有多少百分比。那以现在的现况来讲，其实日本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几乎是蛮相近的，是，但是他们的森林面积其实也是很大的，对，他们也大概是60几的覆盖率。那其实事实上，日本这个国家在目前为止，它的木材自给率将近30%。可是大家知道吗？台湾现在的现况居然只有0.5%。的木材自给率，这会不会差太多？对，这个我想这个哈，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政策。所以刚刚从这边开始，我们来讨论就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一个国家怎么去对抗啊，来看待这个所谓的可再生的资源？我今天不用木材这个字，我是说它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是。那说到这一点哦，我就想到之前我们有看过日本的一部电影，叫做《娜娜神》。神去村、对，那里头其实就在介绍一个林业的故事，那个很感动。他说他现在种的这棵树是为了他百年以后的这个子孙来去做采收的。那其实当一个行业它可以去支撑，其实是需要一个时间的累积。那其实中间的这个脉络还蛮值得我们去读的。那是不是可以请林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呢？对，我们说林业是一个可再生性的资源，森林资源是一个可再生的资源。那林业是一个永续的林业，怎么说呢？我们林业上有一个观念叫做那个法证林。法证林。我讲一个比较简单简化的例子，假设我了，当然不是真的，假设我有20公顷的土地。那我现在这20公顷的土地，我里面种了槟榔啊，种了茶树啦、然后也种一些果园。那我现在想，我要那个配合政府的那个林业的政策，所以我准备把它改造成林地。所以我就从现在开始，我就每年1公顷1公顷的就把原来这个地上物把它清除掉。例如我今年种上一个一年生的柳杉林，那假定我要种这个柳杉林，它是轮发期，所以轮发就是说种下去到要砍下来是要需要多少年。那假定我种的是柳杉，那它是20年的轮发期，那你可以想象，我今年种上1公顷，明年再种上1公顷，到了20年之后，我这个20公顷的土地是不是已经都种满了森林？是。那这时候在第20年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始收成了。那耳后你第一次种的已经长大了。对对对对，所以耳后我应该可以活到那个时候了。我现在50几岁嘛，那20年之后，我可以收到第一批的木材，那1公顷的木材。那根据现在台湾以我们现在的调查，1公顷的柳杉。我们大概的材积大概生产将近400立方公尺。其实400立方公尺说多不多了。那你如果假定我们现在从现在赚起、开始种起，我20年之后我才收获到第一批木材，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以现在的价钱大概是160万。我20年才160万，所以怎么来讲？因为林业森林生产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你现在台湾人这么讲求效率的状况，他可能觉得就违和哎。那可是因为在生产这个木材的过程当中，我们刚刚谈到那些森林对环境的一些效益，其实都在那边，那些这些都没有被我们算到。所以当然我们台湾是一个比较大家的土地面积都不是那么大，可是台湾有很多的人工林啊，也许我们等一下可以再来讨论一下。我想当我们这个台湾的林业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了，那它又这么样子的重要，我们还是需要这么多的这个木材，那我们就只好是进口了。那国外的这个状况又是如何呢？我常常喜欢这样子比喻说，其实木材林业这东西它不是只有一个民生工业，它甚至是一个属于这种国家的安全的工业。到国家安全等级，因为它是一种自然资源。是，你今天刚刚佩玲问的说，我们国外似乎现在我们都可以进口来，你怎么知道5年10年后它还不要卖给你？这是很大的问题。对，它如果它也开始意识到需求高了，对对对，所以现在的现况来说，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台湾啊，每年大概需要现在为止大概600万立方公尺的木材的耗费量消耗量。那刚刚林老师也特别提到现在的状况，我们的比例是那么低，可是我想在场的各位这个老师跟同学，可能还有线上的同学，你知道600万立方公尺怎么形容它吗？就是你们有没有去过雪山隧道？那个将近20公里的，对对对，那个隧道的一边塞满就是大概是600万立方公尺。哇，那600万立方公尺，我们现在几乎就是从刚才您说的，就是从国外进来。那国外进来其实不是只有你钱去买，你也我也先不要讲它的碳足迹，就是所谓的就是说它要不要消耗能源。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于说，
台湾这样的观念，虽然国外的便宜，台湾现在生产的贵，但是呢，我们现在变成是一直去用别人的资源，而不去用自己的资源。所以站在所谓的世界公民的责任，我们是一个讲个比较重的话，其实是一个不道德的这种消费的行为。所以我们必须负责任的想说，我们怎么去好好的看待台湾的这块土地，有没有什么地方，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跟规划，可以来让我们扮演起这个所谓的优良的世界公民的这样子的责任跟任务。所以不是只是看别人的，我们要想说我们自己该怎么利用。那为什么我们既然一定要离不开刚才讲的这些东西，为什么都要用别人的，而不是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要去面对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想要补充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像杜拜那种产石油的地方，它本身不生产木材，那就算了，那全部去吧。是。问题是台湾的森林资源其实算是非常的高啊，我们有60%的土地是覆盖森林。那就讲天然林，我们先暂时不要去动它。可是我们过去也造了非常多的森林。那我们这么拥有森林资源的一个国家，完全使用国外的木材，更何况这些木材可能有相当比例是非法来的。非法。所以这个对拥有这样的资源，那可是又全部用到世界的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比较弱势的国家。是，那就说像那个王老师讲，这实在是有一点点的不道德了。我想要了解这个问题哦，我们可能要把这个历史往回稍微退一点点。那我们为什么听起来这个永续林业是很合情合理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资源，那我们其实也有这么多的需要。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说我们现在没有林，台湾这个林业这个产业就是消失了呢？这个我们刚才有一开始就讲，其实在过去台湾几乎是以林业来支撑整个台湾的这个国家的财政。是。那其实过去其实在日据时代，我们的这个台湾土地也帮日本人生产了很多的这个森林资源。不过我们持平而论，不管是日本政府或是台湾后来的那个国民政府，其实在造林这件事情，就是重新育林这件事情，造林其实也做了相当的努力。那但是呢，因为大家随着生活水准的提高，环保意识的抬头，渐渐的就有些声音说啊，我们要保护树木，不要再去砍伐自然资源，这是一种说法。所以大概在1990年代，台湾的政策急转弯，就是说我们不再砍伐天然林，这是对的。但是因为不再砍伐天然林这个东西，让大家说好，那我们人工林也不砍了。所以几乎从1990年到现在2017年，将近快30年的时间，台湾的森林是完全不动。我们大概就从国外进来。那其实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来再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其实刚刚林老师特别提到的观念，说我们从国外所进口来的这一些木材里面，将近有40%是非法砍伐的。就是国外的，也不是政府合规。所谓非法砍伐，就是说那是他们的天然林。他们也可能是天然林，也可能是他们政府不允许的。所以我们也是帮人家做坏事。我们的消费木材，你不小心变帮凶了。是帮凶，对，它是一种帮凶的行为。所以啊，我们在这个过去的这个一二十年来，大概90年代后来开始，在国际间有一些所谓的森林认证的单位，就是他们会去认。就是说到一块林地去说它是不是真的是永续可再生的森林，所以他们是不是合乎跟当地居民的一种所谓的和平共存，或者说共同经营的这样好几种规范底下，如果你通过这个规范，他就给你个认证。像台湾比较熟悉的叫做 FSC， 好，现在大家看到幻灯片 FSC， 所以你经过这个单位所认可的木材，表示它是一种永续经营来的木材。所以我们现在台湾也渐渐走向这样子的道路，那包括台湾、中国大陆也是一样，有各有各样的认证的办法。所以在这样子的规范底下，环保团体或是一些所谓的护树团体，渐渐可以来体会到，原来啊，不是只有说不负责任的砍森林，这些森林如果是经过良好的经营，就是砍跟不砍之间，其实中间有一个我们很能够去思考该怎么利用的空间。这样子的共识渐渐在形成了。是，对，当然它现在是走向六，不是说。我们不去真正的爱护这个地球环境，并不是说不能砍树，要在合适合的地、适合的时间去砍这个树。那古时候这个中国的这个孟子也讲过一句话，他说抚今以时入山林，这可就是永远的不觉得去使用这个森林，就是说斧头在适合的时候进去森林里面砍伐，
那什么叫核实？就像刚才比方说林老师所说的，他经过规范，我是一年一年种，一年砍，这样下去，所以这样的话就变成是一个负责任的使用自然资源的一种态度。是。那其实刚刚在老师讨论的过程，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台湾之前是有种植人工林的，那可是这几年因为大家对于这个森林的环保意识抬头，就比较消极的不作为，就是没有去动它。但是我就很好奇哦，那现在这些当时种植的人工林的现况是如何呢？是的，以前我们包括王老师提到的，从日据时代或者在国府这个时代，我们当时的一个伐木的政策是即法即止。就是说我砍了这片森林，那我就再种上森林。所以理论上这些森林就是我们希望将来能够作为生产木材使用。是。那所以过去林务局大概从1997年的时候到102年，他们有做了所谓的第四次森林资源调查，把整个台湾资源那个森林资源的现况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盘查。那这其中有一项，他把它定位为叫做生产性的那个人工林。生产性的人工林，根据他们的调查，大概台湾现在有将近26万-27万公顷。那包括它的蓄积量，蓄积量简单的讲，就是说这个，我们就讲那个平均的蓄积量好了。现在的平均蓄积量人工林里面大概是一公顷大概有220立方公尺。那全台湾26万多公顷，现在大概有500多万立方公尺的木材。不过你这样讲，我们没有概念，没有办法，没有概念。那我就举个例子好了。好，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台湾一年大概用600万立方公尺。就是半条雪山隧道。对对对。那可是现在这里几乎全部都是进口的。是。那我们一直希望台湾能够提高所谓的木材自给率。嗯。好，假定我们现在提高到5%就好了。刚刚王老师讲，日本是30%。是。好，我们就从0.5%提高到5%好了。那是多少？30万立方公尺。各位知道，现在拥有的这个人工林的面积跟它的材积，可以让我们每年生产30万立方公尺，我们可以砍伐多久？我们可以砍伐190年。所以我们的人工林这么久，这么多，这么多，那是只砍了之后就不再种，那当然不是啊。但是我们会种回去的话，就代表它可以源源不绝喽。对呀、啊，那我们现在只是说5%的那个木材自给率，5%够道德吗？对，我们这个是值得讨论的，对对对，这个是很值得讨论的。对。那其实面对这个人工林刚刚提到的自己负责任的问题，那我是不是可以请王老师来跟我们讨论，就是跟我们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人工林，它其实种植的时候，我们当初就是为了要去砍伐而去做的种植。那如果说20-30年都不理它的时候，它对于环境的影响是如何呢？这可能大家为什么叹气呢？因为大家可能都觉得说我不砍树就是对这个环境是好的，其实刚刚好相反。其实有几个问题大家要考虑，因为基本上树也是一个生命，它也是有会老化啊。第一点，它老化的过程里面，它就开始它的等于说跟我们人一样，它的新陈代谢生产木材的能力就降低，所以它种在那边就是活着，它并没有很积极的，它可以继续扮演起我们刚才说那些生态功能，比方说产生更多的氧气，含氧更多的水源，这是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呢，如果这个森林你不去经营，你会发现这个每一棵树当初种下去，你不去经营它，这我要讲这块地是作为人工经济的林，不是原始林，天然林。你种下去的时候，它长得很密，长得密之后，这个树就不会，我们讲说不成材啊。所谓的成材就是要通直圆满高大，够大棵就对了。对，它那需要空间、啊，对啊，需要空间。所以，我们刚开始种下来的森林是需要，比方说书法，比方说其他的东西，那、所以它就会长得很瘦很高，就像刚才看到这个土地哈，这个是柳杉林，大概已经种了50年了，它长的东西是一种就瘦瘦的瘦瘦小小，而且就很密，而且光线进不来。进不来。对，第三个问题就是那个佩妮说的光线进不来。光线进不来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光线没有办法到地面上来的时候，那地面上的这个植被的生物就不会长起来。那不会长起来的时候，变成那个地表就会裸露。裸露的结果就是说，大水大雨来的时候就会充实那个土壤，反而对这块土地就丧失了这个森林保护我们自然环境的角色。这个跟我们的观念差很多我们觉得那块土地如果有森林长在上面，它其实对于这个土壤的保护是好的。可是刚刚听老师的意思，如果我们没管理它，似乎反而达不到这个效果。对，但是我现在必须再把这个话要讲得更清楚一点。我并不是说所有的森林，就像如果有些人会认为说我在这一块土地就种树，种同样的树好像不好，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刚才讲的是说这个是人工经济林。这是我们规划出来要来生产木材的，
或生产我们需要的这些原料的地方。当然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法规，用我们的生命好去护卫我们的天然原始林，这是应该要做的。是，但是刚刚林老师特别提到了，我们的前提是在人工林。人工林，这人工林台湾现在有30万公顷左右，那30万公顷我不能让它这样继续荒废下去。嗯，第一个道德良知上过不去，第二个从生产的观念，从环境保护的观念，那些土地反而是变成危险的地方，它可能会产生更大的这个什么自然的灾害、天然的灾害，所以。我们真的是，就是说我常常开玩笑说，你去生产稻米、生产蔬菜水果，那个是农地，但是我们应该有在自然环境里面也有这样的林地，它是来生产我们要的这个所需要的人们必须要用的这些自然的可再生的资源。那当然前提底下，保安林、环境保护林、天然林，我们还是要尽我们所能去保护它。那个刚刚我提到我们第四次森林资源调查，那根据这个第四次森林资源调查的资料，台湾目前大概人工造林地大概有42万公顷，可是林务局把它区分为保护性的人工林跟那个生产性的人工林。那刚刚王老师提到，其实人工林它都还是有区别的。还是有区别。对，那在林业界上，我们是需要对森林做一些我们称为抚育的措施。所以刚刚那个森林就是显然是。不过它还有，我觉得还有一点点浮游，因为它有做一些除枝的动作，对，因为对它才有机会长成一个比较通枝饱满的树。可是它的密度没有做调整，太我们讲那个这个叫做疏伐嘛，这个我们比较能够理解，就是像我们吃芒果，你吃过情人果吧？情人果就是因为芒果长太多，所以我们就会先把一些芒果先把它疏下来，那。人工林地也是，就是蔬果下来的，对对对对对，那芒果，对对对，那人工林也是一样嘛，人工林是要经过疏伐。如果我们因为我们一开始造的时候，我们可能造的密度比较高，这是有育林上面的考量。那慢慢的，我们就会在过程当中会进行一些疏伐。我们希望我们最终的收获的木材是一个我们想要的能够成材的木材。对对对对对，所以会做这样子的调整，这叫做疏伐。那疏伐就跟一样，疏伐木也是可以利用啊。对对，就像芒果疏伐弄下来就变成一个也可以当情人果一样。对对对。是，对，所以其实，我们说的保育这件事情，它有很多的是积极作为的，它并不是说啊，我不做就是保育。尤其当保育可以有积极作为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帮经济跟这个这个跟生态取得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平衡。那所以听起来好像是保育要更积极的说要如何的去照顾，而不是说我保护它就是不理它。我想我针对这一点来做一个说明。在台湾，很多人都把保护这个 protection 跟这个保育 conservation 这两个给搞混了。所以很多人以为什么都不动就叫做保育，而不是哦，什么都不动叫做保护。那所以需要照顾的。对对对，保育是需要被利用的。所以我们讲保育，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定义，保育就是对资源的合理而明智的使用，特别是可再生性的资源，像森林这样子。那我们希望这些资源它可以永续的被人类来使用，然后我们人类社会才可以永续的来发展。这是我们对保育一个比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看法。那保护不是不行啊，而是说这个资源它当然已经非常贫乏了，在不实施比较紧急的措施的时候，它可能就消失了。因为可再生性的资源，如果它让它一旦完全消失，那就不是可再生性的资源。所以我们现在在做这些林业，我们是急想到我们这一代人的福祉跟我们下一代人的福祉，所以完全的对这些可以利用的资源，只是说去保护它。完全不要动它，就以为是保育。我觉得这是把保育跟保护，都整个搞混掉了。是，所以如何要重新开启林业这件事情，似乎是我们需要有蛮多的沟通跟共识，才有办法大家重新去了解什么叫保护，什么叫保育呢？是因为如果我再进一步来说哈，这个保育是一种积极的，是这个积极的意思是说它是一个动态的，它并不是把它。存在现况，保护现况，而是考虑的是永续的。那永续的意义有一个更意义的说，不是只考虑我们这一代的。就像刚才佩林所说的，这个神去村的这个林业，他是为了他的孙子辈去种树。我们是来检视我们80年前阿公替我们准备的这森林。那一样，我们人其实说真的也是我们自然环境里面的一员。那很可惜的，因为人太厉害太聪明了，所以它的破坏力特别强，所以我们过去造的孽很多。好，比方说我们工业革命，我们发现了石油是可以让我们这个更动力更好，但是我们不断的从地底下拿出这些碳出来，那这些碳就让我们整个环境变得更差，二氧化碳更多，
所以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应该尽量的停止这样子的行为吧，尽量减少，而是去使用我们刚才所一直在强调的所谓的可再生的资源。所以对你们来看，森林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可再生的资源是。所以我们现在就讲到保育，也是跟林业是不相这个冲突的。我们该更积极的去面对，我们去思考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资源，什么样的材料。所以从简单的说，比较积极的保育的这样的观念，就是说我们要考虑到说把这个资源合理的利用，而且可以让我们后代子孙也可以持续的使用。所以对于树这件事情，我反而是支持说我们要用更多的树，但是我们同时要种更多的树，这是一种要积极的去使用这些可再生资源。那当然现在我们的各方的意见越来越可以接受这样的看法，而是说大家跨出这一步之后形成的共识，也要有一些政策的配合。比方说刚刚说的从国外进来的木材，我想要先定义老师先定义一下用更多的树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会觉得说不管怎么样，即使是再生的资源，我们对于资源还是要好好的好好的爱惜利用啊。那老师这边所谓的用更多的树，哇，听起来有点恐怖哦，是不是可以做清楚一点的定义？好，各位知道我们现在用的大部分的能源都是来自化石化石燃料，包括煤炭，包括石油。那这些煤炭石油，我不知道你各位知不知道，这就是过去的生物留下来的。他们是在那个时代进行光合作用，然后固碳，然后经过一个非常长久的地质的时间，他们变成我们现在被我们掘出来使用的。所以我们其实是把过去那个年代被固定的碳拿出来使用，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所谓的温室气体排放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可是森林不是啊，木质材料跟所有的那个包括植物也是一样，包括我们现在吃的作物都是一样，他们不是啊，他们现在用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二氧化碳。就光讲固碳这件事情，使用木材就比使用化石燃料环保多了。化石燃料好像有点用竹产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把竹产挖出来用，而且那是很久以前的竹产，是非常久。那如果用木材，就是自己，那等于是自己，對對對，这个时代用更多的木材的意义就在这里，因为它是可再生的，对 对。而且它取代了那一些过往被固定在下面的。那当然，这个是一个要有非常多的研究的。我们读书的时候就常提到所谓的全材利用，全材利用。我们希望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我们对这个木材的利用会越来越高。以前我们可能在制材的时候，30%是残材，那残材顶多拿去当木材烧掉。可是现在不一样，像王老师他的专长，他可以让木材里面他的以前在没有那样子的科技的时候用不到的东西，现在在他们科技支持下。对啊，没想到那个洗面乳啊、牙膏里头都是木材用品，在以前没有这个科技的时候，这些东西我们哪有办法去想象？我觉得那还是比较低端的。那高端的可能就要王老师给我们像一些药物其实都是从森林，你不用砍树。比方说我们最熟悉的你那个这个太平洋紫杉。以前是剥树皮，现在是可以用叶子里面再做半合成，就可以变成治疗癌症的用药。那像过去我们大家其实刚才因为今天是讲这个题目，但是大家知道吗？最早大家最熟悉的药物，比方说阿司匹林，也是从木材来的，树皮来的，水杨酸，对，就这样说。所以我们实在是离不开森林啊，但是我们要用更谦虚敬畏的心情去面对我们的森林资源，要善加去利用，永续的规划去使用。那我想说到这边，现场观众应该对于这件事情是稍微有一点共识了。可是，我们现在对于林业的这种态度是经过了好几年的这个大家可能对于环保意识的这个高涨，那或者是这个林业其实已经消失了。我们现在如果真的要把它恢复起来，我们势必是要面对相当多的挑战的。那就目前如果说是林业面对的这个挑战是什么呢？刚才有讲过，就是其实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如果有共识形成的，就是这个互信，就是说要用主张要用台湾木材的人跟反对用木材的人，大家一直现在可以想说，已经可以踏出这一步，说我们可以来用经过合理经营的森林，经过认证的森林。如果大家达成这一点，我们就开始要面对一些问题。比方说刚刚所说的，国外的木材是便宜的，台湾的木材现在是贵的，但是贵跟便宜不是只有商业的考量。你必须还有一些道德面，还有必须一些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公民的这些责任，你要去想。所以而且还有最早你开始说到那种算不到的利益。的利益，所以现在我们像巴黎协定，像现在国际间的这些开始来重视说碳汇，就是碳的价值是多少。它其实我们应该早早去规划森林的价值，
那这个森林价值应该回馈给种树的人，是好减税也好，那他们有好的经济收益，他们就生活就安定了。那第二个我是认为说，其实现在也在做了，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也开始鼓励这个，第一步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政府部门的建材要用绿色标章的建材，是那可以再进一步，可能你用国产材，应该有更好的鼓励。其实如果用国产材，我们在这个绿色足迹上头其实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因为你想想看，我如果从马来西亚载一货柜的这个这么远，就这么远，你要浪费更多的碳。所以从很多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过去就是一开始我们说的，把森林的价值去低估了。其实我们要还它一个公道，这是很重要的。那当然就是全民的共识跟政府的鼓励、政策的配合，这都是很要去仔细想。那凭良心说，我们的农委会包括林务局底下的林务局，现在开始在急起直追努力。我们希望我们的木材的自给率可以从现在不到1%，能够到3-5%。现在已经积极用。那各个台湾的各地的这个林政单位也开始在统计，有哪一些刚才我们讲那些木材的地方可以去使用，就拿出来用。好，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是。可是认真去想哦，我们如果说是用电影这个娜娜神去村的这个概念，他们已经是成为一个林业，是个大家族，是百年的事业，可能这一个山头都是他的林业。那可是刚刚林老师给我们那个例子，就算是一个农夫，他有一个20公顷的地好了，他要把它每年1公顷的这样子，他的把它换成森林，20年才能够收160万，很少人可以这样子等呢。那这难道不是我们台湾目前林业面对的问题吗？我们现在还有谁能够坐拥一片的森林呢？160万是一公顷，是第20年开始，而且是第20年哦。那21年开始有160万，就开始有了，每一年都有160万。不是我二十，我他讲的意思是说，哦，但是他要等20年才开始有、哦、第一笔收入了，第一笔收入。但是其实我们过去，其实我刚才讲，他刚才林老师也讲到，其实我们过去所累积这个资源，好好的规划，其实是可以这样去做过来的。所以我一直认为说，其实科学归科学啦，因为既然是考虑到林业这件事情，就比较科学元素进来。有些人认为说人不会战胜自然，这是我承认的。但是因为我们人这么卑微，但是我们也做了太多的坏事，好，就是对这块土地做坏事。我们战不胜他，但是可以把它搞得很惨。对，但是我们必须在有一些地方有一些科学的经营，可以让这个回馈给这个土地上。这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例子啊？对，我记得我有几张照片，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那个森林里面，大家看这个照片哈，左边这两，它是在一个溪边，就是土石流崩下来的，那几乎这个岩石地根本不可能让它就是很快就会变森林。那我们带着我们的同仁开始种树，种了树之后，左边那你们的左手边是开始有开始种树，右手边是一年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树苗出来了。那我们可以看有没有下一张照片，这个是5年的时间，哇，已经变成了一片。刚刚那个荒地变成这样子，所以当然这个不人来做这个事情，好像跟天在争，其实不是，是因为我们是回馈的心情。因为那个就是我们造破坏的，我们只是收尾而已。土石留下来，我们是帮他们回馈。那是第一批的森林长出来之后，它我们要让它变成为止，它底下就开始有不同的生物进来，不同的植被进来。是，所以我认为说，以现在我们现在来考虑说，其实我们好好的在管理经营我们的这个土地，然后适合生产木材的，我们就来适合生产木材。是它这个地方必须来好好的保护生态的，我们就去保护生态，就是该育则育，好，然后我们该用则用，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态度去面对我们大自然，才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一个，就是现代人应该有，也是为自己负责，为下一代负责。是，我想这个刚刚王老师提到，就是我们现在政府也相当重视所谓的国土规划。国土规划法嘛，就是说我们哪些土地做什么用途，我们事实上是要有一些思考的啦。是。那我刚刚提到那个林务局做的第4次森林资源的调查，它的确是把我们台湾现有的森林的资源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盘查。那在这样的基础之下，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事情，怎么样去永续利用我们现在有的现有的生产性的林地，让它发挥它那个生产木材的一个功能。那当然我们造林有一些不一样的目的，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保护性的森林，防风林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不会想去砍伐防风林的木材。那也许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可以以我们的技术，我们有没有办法让这个防风林它有办法去做一些更新？那就我说的更新是指天然的更新。所以我们可能在树种的选择上面就会有一些研究。像我一个同学，他经常讲说他要造一片森林，
还给野生动物的家。这样子的目的所要造的树种又不一样了。所以为什么会有、哦、为什么需要生联系的存在？是因为不同的目的，我们需要的是不同的这个树种的。这其实就是要经营林业的知识。对对对对，所以林业，所以林学是百年的，已经是百年以上的一个学问。大家听完都觉得应该去考森林系，是啊，哎、怕找不到工作了。是，那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要赶快把两位老师的时间开放给我们线上的同学，因为那个问题已经开始进来了。好，那有一位郑宇辰同学他问到，所以教授是同意大量使用木材咯？我同意大量使用木材，但是这个木材是必须经过我们讲的这个合法经营的、合法认证的木材。嗯，那它是经过永续经营的森林的木材，我们当然鼓励你用更多的木材。嗯，比方说你的衣服你去用合成的那些纤维，第一个穿起来不舒服之外，那这个东西是地底下来的，那你如果是用木浆去做的，它是可再生的，可再生的，对，那就对环境是反而是好的。嗯，所以其实有些话听起来你会觉得，好像很刺耳，很刺耳，对、嗯。可是当你要去清楚它的定义，它里头要去取代的用途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听起来刺耳，可是它真正它的意义是很深远的。我们使用大量木材的原因是要取代掉去用竹材的那些沒錯沒錯那些化石原料，这是我们刚刚提到嘛，因为木材是一个非常环保的材料，比起化石燃料，是刚刚提到那些雷因斯当然是木材的，可是那种其他的合成师是来自石油、那种是一挖出来就没有了，可是木材不一样，木材生产了之后用了之后我们可以继续生产，是，所以很多人就是搞不清楚木材其实是一个非常环保的材料，他们只想到砍树，可是没有想到木材是一个非常环保的材料，所以这个真的不能够太一刀切说砍树就是不 对，要怎么砍才是 对，哪些地方的森林适合，就好像药可以治人也可以把人毒死，对 OK 好，有一位洪静佳同学问到，如果砍了人造林，那对自然环境的伤害跟原生林是一样的吗？所以我们说国土要规划嘛，是，就像我刚刚王老师也提过嘛，生产性的人工林就像我们生产稻米的稻田是一样的，难道你割了稻田之后我们就破坏了那片稻田吗？所以要把它区别开来，农地的概念区别开来，虽然我现在当然我们现在我们对于所谓的那个 primary forest 就所谓的原生林或者原始林，目前的政策我们当然就是不去动它，那可是对于生产性的人工林，我们当然就是主要目的就是生产木材了。啊，我们刚刚提过，木材其实是一个非常环保的材料。就生产性的人工林，我们就要把它看待成是稻田一样。一样，对，它是一个我们的目标作物嘛。那就是原始的，就是我们不要现在不动它，就不要去动它。这是目前的政策了。嗯，是，对。好，那有位同学问到说，台湾现在开始开放经营林业能赚钱吗？还是也要靠政府的补助？我们刚刚有提过，我们刚刚稍微算一下，可是这个价钱其实是供需的问题，刚刚王老师也提过，现在国外已经开始，他们以后木材进口的成本会越来越高，砍伐天然林只有财运的成本，那当然你造林还有其他的成本，可是天然林它以后被砍被限制砍伐会越来越多，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未来能够进口的木材越来越少，对，那价格可能也更高，所以有可能，所以也有可能要有好的投资的眼光，然后你不能这样听我讲，万一哈，我那的确是一个长远的过程了。那如果政府在政策上可以有一些协助的话，我想应该，应该还可以的。其实说实在，就是砍伐森林这件事情，它有非常多的考量的标准，不仅是经济，还有环保，还有甚至是一个这个负责公民的这种道德的部分，其实有时候很难用单一的这个价值观去判断。对对 对, 對, 對，是。好，那有的同学问到说，森林为什么越老越无法固碳？我们这样子的说法是不是那么精准？我应该讲说，因为它在生长期做变慢了之后，它的木材自然它的树干，简单的说，它就不会一直长大。它长大会这样，所以它不能长大，就表示说它的吸附二氧化碳的能力就越差。是，好，它可能就像人长大了，对，到了中年就不会再长了，只会长。类似这样，就说越那个年纪越大的树，到一定的生长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平缓的，它还活着，但是它不会再继续的长大，也不会变高，也不会变胖，好像这样的东西就变慢了。好，应该是这么说，而不是说它不固碳的。是，它已经固碳了，就效果没那么好，对，它不会再继续增加，因为单位面积你能够得到采集量是固定的，固定，所以
它就不会再增加固碳的量了，所以它就变成一个趋缓了。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一个最适采伐的那个，如果不考虑经济因素，最适的砍伐的那个林点，其实林业也有在做研究啊。但是你有不同的面向，我是以收获木材为目标，或者是我以什么样子的为目标，所以这都有研究，只是大家都疏忽了，长期来大家都不重视，都不懂啊。对对对。对，好，这边真的是他提到说。分不清楚保育跟保护的界限跟界定，是不是源自于台湾人对森林的不了解？这点就好尴尬回答哦。保护是这个意思，就是保护，就是说，就 protection， 就是说我们讲这棵森林完全不能去动它，就是谁都不要去理它，然后我也不能采，我也不能砍，什么都不要，这叫保护。它是一种很比较消极性，消极性这个动作。那保育呢？这个。保育这个 conservation 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我把它视为一个动态的一个平衡。那当然我们就是如果说啊，这边比方说啊，这里面有100棵树，我今天可能用了50棵，那空间空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再种回去。那我们也善加去利用这些经营过的这些木材，因为他如果说把它砍下来，就它变成家具了，其实它继续在固碳啊，固碳，对，它是固碳。对，那它如果再种新的，这些新的树又可以再固碳了，没错。所以看起来用木头家具是比较环保的做法，对对对对，对，它是一种永续的利用的观念。我不是这些东西放着不用它，我还是要善加去利用。对，好。那他接着问到说，如果发展森林的油气价值，这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更了解森林？其实森林现在就有油气的价值啊。我们现在常去的溪头、阿里山、太平山，各位以为那是天然。我有时候光去玩，不见得会知道森林知识哦。学长少讲的惠顺林场，对，惠顺林场，惠顺林场，对对对对。再说一下自己这个，这个是一个，这个叫我们叫森林油气，现在台湾、日本都在大力推行，叫做森林疗愈。治疗的疗，痊愈的愈，森林疗愈。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森林不是只有木材，刚才讲的二氧化碳是你没有去算进去的。那森林里面很好的这个环境，这环境包括芬多精，包括负离子，就开心啊。对啊，那你进去之后，我们现在也可以提供你一些数据，就是说，你进去之后，你的心跳可以降低多少啊？你的血压可以降低多少啊？然后你可以吸到一些什么样的化合物，吸到体内会让你精神好啊，精神会放松啊。那这个是森林你看不到的，看不到的森林的价值，是，所以这当然是值得去推动的、推广的，对。对，而且当那种了解，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了解，对，那个是那种很疗愈、跟大自然亲近的那种认识，对对对。好，那好哦，这郑宇辰同学对于刚刚说大量使用木材，他很担心，请问木材的生长速度怎么赶得上我们砍树的速度啊？我们先问一件事情啊，你如果可以不用木材，我们就不要砍木材了，对吧？你早上起来要不要上个洗手间，用卫生纸？要不要？要嘛，对不对？刷个牙。你写作业要不要纸？你家里面的东西要不要？所以使用木材这件事情是不得不为的恶。是必然发生的。好，如果他讲，如果很多人问是恶，这是不得不为的恶。所以我们要更去珍惜这样的资源。但是除了珍惜这样的资源之外，我们必须另外一种心情。去想说，如果你不用它，你可能对这个地球，你的下一代更差，因为你就必须用更多地底下的碳。我刚才一直讲，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你的曾孙，可能就要面对更不好的地方。所以我们当然是要去算，我们能够去用多少的木材，尽量去用它去取代那些不好的材料。那会不会种树，会不会赶不上你的这样子的速率？我现在没办法回答你，但是我觉得我们积极的去处理。我刚才讲就要节省的用，比方说我刚才讲说你要去上厕所的纸，你就可以不用原生纸浆，你可以回收再利用。而且很重要是要看它背后是 FSC 认证的，对 对, 對，这才是负责任的做法。对，负责任。我们不得不为的恶的时候，我们大家一直讲说好，那我们台湾人就比较高尚，我们就不要去用台湾的不砍树。那你是砍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那个国家是比较倒霉吗？你去砍俄罗斯，我们马来西亚线上同学一定会很不高兴。对对，那马来西亚也是他们也是有他们森林珍贵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台湾人应该要负起我们自己应该有的这个责任，要好好去善用。我们尽力了，大家都会。其实应该是这么说，我们所有的资源我们都要珍惜使用，没有错。而且刚刚老师特别提到说，多用木头是
取代去用主产的这个，没错，这种化石原料，这个其实是要定义清楚的，要不然那个这件事被污名化，我们都没办法做这个科学讨论。不能把使用木材当成是一个恶，对，它相较于使用化石燃料，它是非常的环保。我们刚一再的强调，现在就是很多人，这次看到砍木头的恶，没有想到用木头的善。那而且我们说砍木头的，是现在有 FSSC 嘛，所以我们说我们才有所谓的生产性的人工林。当然，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台湾的木材从来没有自给自足过了，因为我们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多。可是我们至少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人口很多，所以我们的森林覆盖率虽然是全世界的平均的两倍了，我们现在大概有60%的，那全世界平均只有30%。可是我们的人均的那个林地的面积，我们是算低的。为什么？因为有2300万人口，亩数太大了嘛。所以我们别想着我们可以自给自足。用我们的木材那是不可能的，可是至少我们要提升我们自己的木材自给率啊，尽力，哎呀，至少啊，这是可以经过盘算的啦。是，那今天非常感谢老师跟我们这么精彩的这个演讲，我想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冲击到他们对于森林保育的一些概念。那非常感谢老师跟我们的分享，还有现场所有的观众，还有线上的观众。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谢谢。